魔方寸轻视技能首次呈现，平秒高压电，秒天秒地秒空气，马虎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场单挑比赛。好的，终于在一星期之后啊，咱们的神器技能终于转换完成了。之前是增加抗风等级啊，说实话没什么用，现在已经改成遭受攻击时 8% 的给予啊抵挡 90% 伤害。另外啊，经过这几天疯狂刷奇梦演书啊，侵蚀技能也已经被我刷出来了，使用一次五雷咒有 100% 的概率啊额外攻击一个单位，对于方寸来说啊，这一个单位也已经很强了。好的，进入实战环节啊，对面是个武装怪，也是个老牌选手了，作为唯一一个单挑进入前五的风系啊，他的实力不可小视啊。在药品方面，我准备把三个拉伦药全部换成五龙丹，因为打风系如果你的宝宝需要无限拉自己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打不过了。孩子的话，我准备带这个法风孩子啊，因为他的续命特别痛，而且我现在带速度腰带啊，这个孩子的话还能配速。宝宝方面就不带耐力了，直接换上咱们的法防避雷。为什么带法防避雷？因为我没有其他避雷了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属性啊，公开属性跟宝宝啊，说实话很容易被针对啊，不过这都无所谓。好的，切入战斗啊，一看这个变卡，对面就很专业。开场的话我比较犹豫啊，是叫宝宝好呢，还是直接分身好啊？最后考虑啊，还是直接分身好一点。对面开始叫后排。我一个分身，对面宝宝直接给自己卡血，很专业，因为他可能考虑到我直接会用无雷电。第二回合啊，我直接拉一个高防的锥子，高防四级锥子也是打风系必备。他直接给他宝宝上了个风光，还说打错了，这宝伤应该很高啊。哎呦我去，2400，先要把这个针锋耐连解决啊，这个针锋耐打起来太痛了。对面破分身，直接把我套了。我一个巫魂锥子没中，毕业打过去1800，哎呦我去，50004000，这风光耐连是真他妈猛。因为他这个画魂啊可以破我分身啊，所以我决定啊先把他这个画魂给点了，然后法防啊再控他宝宝，可惜没有吸收啊。对面耐连打过来了，有伤害特别高，哎呦我去，直接血吸满。这回合啊继续点了他锥子啊，后边宝宝直接开自己。对面追着给自己卡血，不一定能顶得住啊，因为我是无视法防的。我一个电40004000，再来个力劈，怎么说你就给我滚，漂亮 nice。 这样的话哎呦我去，还是不太妙啊，这宝如果绿了就好了。他前面这个宝没血了，咱们一定要更秒一手，而且这回合的话他人马大概率会出宝宝，说的没错吧兄弟们，我一手秒他应该会飞啊。我先上无魂再瞄一手，很有可能会飞，给我飞，漂亮！力劈怪应该不痛啊，我这个防御很高，1700还行吧。他现在场上啊只有一个输出宝宝，而且是个壁垒力劈，大概率啊这个宝宝是没有感知的，所以我直接来一手灵刃高连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当然这也有赌的成分啊，万一他下回拉感知续命啊，我这个灵刃大概率是要飞啊。这回又很关键啊，他刚刚给宝宝加了风光啊，所以他人马会减防御。所以这次灵刃宝宝我准备直接杀他人，顺便试一试对面的防御啊。正常来说啊，稳一点的话应该会先清他宝宝啊，一个连击的话他宝就飞了。不过可以看到啊，他加了风光之后啊，人物确实很脆啊，咱们打了他7000血。说实话这回合其实我很纠结，我又想秒又怕他直接破我分身直接封我，很纠结。如果把他点死了直接秒死了那就是很强，不过万一他直接把他封了对吧，那咱们这把点杀直接失败了。说的话最后啊还是决定拉个孩子稳一把，他前面这个宝宝肯定是感知的，咱们必须得控啊。哎，咱们耐人灵啊确实很凶，这个时候我怀疑啊他没什么血的，咱们接一把更秒啊，宝宝的话继续控他，给自己加鬼眼，点破分身，一个日月乾坤水风，这边很有机会，我一个鬼眼，一个秒2100，再来个引弓还不死啊。说实话我对这把点杀很有信心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点死，没点死的话就血亏啊，咱们只能出宝宝了，出个耐灵啊。对面直接给自己卡血，又盖了个罗汉，说实话咱们现在很劣势，差点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，这个很明显就是硬件不行啊，没点死啊。对面力劈劈过来不是很痛，这个时候咱们的话先分身啊，分身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毕竟他现在也是盖罗汉嘛，自己分身的话也没什么用。因为继续无魂，这个无魂应该是100%无魂啊，吸收不了。
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是有感知。现在人物输出环境不好啊，所以的话继续叫一个奈莲吧。我的奈莲都是力破的啊，所以亲宝宝很吃亏啊。孩子的话给自己上鬼眼，上完鬼眼之后啊，可以给隐身宝宝加血。奈莲的话只能毒拔绿了啊，我保也保不住，保也保不了。死了这么多宝宝，终于一只宝宝会绿吧？绿，漂亮！兄弟们，就是因为这个宝绿了，咱们的节奏啊又回来了一点点。人物的话，我决定啊还是先分身，然后宝的话控他这个奈莲啊，孩子的话开自己，然后这个宝的话，咱们按一手防御吧。他奈莲清过来，清不掉宝宝，说实话他很亏。哎，他最终水了，但是来个强罗，我一个洛言舔过来，漂亮！舞龙开自己，来个分身。那我这个宝宝该防御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力逼出了，伤害挺高。我靠，青石来了，兄弟们，秒三的青石来了。虽然现在对面有罗汉，但咱们的出路条件其实不错的，而且就是因为他有罗汉，他很有可能会不封我，直接出个宝宝，就看他怎么操作了。宝宝加血，哦哟，封宝宝了，没中，可以啊，我一个洛言，没舔，我一个布雷咒。飞了一个宝宝，漂亮，还可以啊，又打回来一点，甚至有点小优势，只要再把他这个壁垒打飞啊，这场的话应该就赢了。咱们继续秒啊，孩子的话给我残血宝宝啊加个血，他这个壁垒力劈只要不绿啊应该就飞了。宝宝直接给宝宝卡血，直接出宝宝，一个武魂中了，我一个物雷咒4300，我操，这合击，我去，这合击没死，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咱们青石技能又来了，但是这次出手条件不是很好，不过没办法，咱们只能继续秒，赌一手他封不中啊。果然破我分身，这把一定要水，给我水啊，封中也正常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他这个宝应该没什么血了，应该没什么血了，给我飞，你妹的，这下就很难受了啊，很难受了。他前面两包都满血啊，清不掉啊，只能清他后面这个猫灵了。那个猫灵的话，可能没什么血了。猫灵落岩又中，我一个加血，先分身，死！哎，又飞了一个，给我死！我操！这两波绿的，绿的我意识模糊，哇操，这怎么打？懵逼了，不知道怎么打了。出宝宝只能叫一个宝宝了。现在宝宝出手机会也不是很好，只能继续秒了，赌一把，封印不中，破分身，给我水！哎呀，哇靠，好难受啊！只能灵宝开自己了，我的灵宝是满层的，50%的抗风，大概率他是封不上的。有朋友中。哎呀，宝宝要血加满了，我先擒开自己。哦呦，哦呦，挺住，直接开始点啊，先把他前面这个宝宝点了。孩子的话保一下咱们的残血宝宝啊，又落岩又中，很难受。孩子没破风身，他直接一个镇压令旗，看能不能来个法宝，直接把这个宝宝带走了。加血，给我爆爆爆爆爆！我操，没死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咱们还是奈莲。我操，把我打懵了，不知道怎么打了。他几个宝都满血，找不到任何突破口。又加分光，哎呀我去，这宝输太爆炸了，不知道怎么打了，五雷电电不死，绿。宝宝也不会绿啊，哎，不过青石技能来了，这把咱们的出手条件不好，如果青石技能能放出来，对面最少要飞一个宝宝，这把只能抢开自己了。看一下配速的速度，配速开自己，孩子拍自己，你妹的，没有五龙了，这把只能赌对面封不中我了，不过大概率是能封得中啊。哦，这个还要被无魂强开也不行，水水水水水，我操，水了兄弟们。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就看这一把了，你就给我飞！我操，又绿，还把我打死了！哎呦我去，又来个青石技能，没血了，青石个毛线，我还有1300的血，
侵蚀最少少1000亿的血。哇靠，这怎么打呀？初宝宝保外站不住啊，再垫一手吧，那没办法了。哇去，怎么这么能绿啊？哇去，没水，这把没水了。如果这把水的话，他前面这波还是有机会能带走的。啊，难受了，只能琴先开自己了，稳一稳。对，拉须弥，哎，我这个锥子啊有吸收，孩子法防特别高，秒不动啊。舔过来漂亮，我拉起来，先来一手琴开自己。对，打过来，不痛啊，不痛，应该不痛，不痛，4600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不痛不痛，4600，他那个须弥秒过来不痛啊，还能给咱们宝宝加血。所以的话，先把前面这个宝清了吧。这宝伤害太高了，下次垫过去的话，很有可能直接打飞啊，直接合击了啊！不合击也没用啊，他平砍的话打不了我们多少伤害呢？就看这把了，这把不能再绿了。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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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哎呀，没跑可以啊，我管起来一手电钩飞，孩子飞了，我去，哼，孩子飞了，这宝没飞。哦哟，这力比屁股的还行。这把的话，咱们只能赌一手瞬击了，因为咱没琴了嘛。啊，瞬击劈过去啊，他这宝应该会飞啊，没什么血了。没开掉，你妹的，水了，这把水没什么用啊。瞬击，给我飞飞飞飞飞飞！我操！我去，搞什么飞机啊？这宝如果飞了，咱们大概率能赢，他出不了几个宝宝了。不过还有机会，咱们孩子的话给咱们后排啊卡了血，后排不能死，引弓直接把他须弥拍了。还行，须弥没绿啊，跨过来无所谓，咱们只要能起个分身，对面就封不了我了。这个力劈劈不动啊，劈不动，停啊，不痛，无所谓，死了无所谓，孩子能拉自己。我接手灵宝开自己，下一手接一个分身，很大概率能赢。金魂灵别跑，先落岩，中没中？哎呦我操！哇，这怎么打？好不好起自己，先清开自己，我就带了两个拉人药啊，很难受。舔过来。我一手琴先开自己，不痛不痛，123可以，这把分身特别关键，一定要起分身，而且咱们的引弓一定要给自己卡血，因为对面有可能一个烟雨或者六个法宝直接把我们弄死，一定要加血，一定要加血。怎么说兄弟们，怎么说？这就是预判，我预判了他的预判，不然这个分身起不来啊。这个分身起来的话，大概率还有机会啊，对面封不了我，我直接把他这个宝宝先给清了，我就无限电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引弓打过去伤害可以，对面出了个配速啊，我这把电过去，对面很有可能飞，又打了1000伤害，给我飞，漂亮！我操，完了，引弓被驱飞了，他这个臂力力劈怎么有高驱啊？这把大意，这把大意了，我应该无问他这宝宝的，有点大意，不过没关系啊。他们还是有很大概率能赢。哎，水的漂亮，我这手电很关键，给我飞，没死，没死没关系啊。哎，123可以，下一手的话估计要飞了。咱们继续无魂，他这把肯定要封我，能不能水一把？能不能水一把？给我分身，给我水，漂亮 ，nice nice， 他这宝宝飞了，咱们就赢了。给我飞，我操！电宝卡血，一个风光，我宝宝拉起自己，一个分身，对面力劈化伤，我宝宝应该不痛。我操，3900，哦，怪不得风光加旗子，这把操作说实话特别特别关键。咱们一手擒开自己，他这回合啊绝对会破分身封我，我擒开自己啊，咱们下回合还能出手。啊，对面破分身，一个封，封中了，我一个加血先闻一下，再来个擒。下回合能直接出手，
哎，没打中我，漂亮！我直接一手五雷咒，我看谁还顶得住啊！落魄分身，水，漂亮，五层封印呢，给我舔过来！没有舔你妹的！我去，他这波应该是引攻啊！打他一千四，他没飞，不可能打一千四的，最起码打五六千。他这应该是引攻啊，绿，绿的卑鄙，又破分身，还封我，继续水，漂亮，五层情呢，兄弟，你能封住吗？给我飞！我操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这把他绝对双绿，绝对双绿，不可能垫一个宝宝垫一千四啊！最后个九转了，只能继续垫了。对面果然是引攻，我一手拉起自己。这把真没了，这把真没了，没拉人药了啊！宝宝绿的话也没用了。说实话，这把我认为我已经打得很好了，失误率啊几乎0%。贴手自己吧，贴手自己吧，是吧？万一能活下来了，哎，那没了，那没了。复盘一下，说实话，绿这么多，打这么久啊，我确实是第一次碰到啊，是真他妈太能绿了，我去！你看，这肯定是个引攻啊，想也不用想，用双绿，我去！爱是一道光，绿到你发慌。这武装打的确实也好啊，很多血都处理的挺好的，只能说你给我等着，下一次我一定要赢回来。